我曾经听我日本妈妈说过，她好像是有那个肝脱这个问题是那个日本的原子弹爆炸的时候，跟天上一炸一个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很大，然后肚子里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很大啊，然后就是外星人告诉了一个信息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，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问题在地球上一定要解决，一定要解决啊，一定要解决啊，一定要解决，一代人解决过，两代人三代人也得解决啊，也得解决，要把它解决啊，告诉这个人啊，也就是说使命呢、也落到那边啊，那个使命也落下来啊，使命呢那个使命落下来了啊，使命落下来经过啊，我就说慢慢的是吧啊，然后传到我这里啊，那个使命啊，是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传到我这里啊，再见啊，啊，使命的啊，再见啊。